更换成国产品牌是有2万块钱的奖励，但是后面这个开除员工这一块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是我们行政部发的，就是前面的啊，这个奖励2万块钱，这个是属实的。关于后面的话，这一条的话，我们也报警了，也跟劳动部门的话说明了情况。